状腺功能缺乏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它所有的功能都不转，不转什么情况下呢？简单的来说，就女同志来例假是吧？她不来了，三个月才来一回，一回来半天，对吧？就都不有气无力的了。那么胃肠功能怎么样呢？胃肠功能也不消化了，吃饭好吃一顿好，半天都不饿，一天才吃一顿，然后大便呢一个半个月才一回，所有的都是慢速度，身体发冷不愿意动，犯困，一天睡16个小时还睡不醒，就这样，所有的功能全是低压状态，就是功能全是被压制就不行。但是有了这么一个情况的话，它就会鼓动起来，对吧？就正常，我们信号正常，但甲亢的时候就反过来了啊！甲亢的时候最显的就反过来是什么呢？就是吃东西明明吃挺饱的，2小时就饿了，是吧？大便1天3、4回，然后呢，这个月经呢1个月来3回，一回来6天，好就没几天歇着了。你想就这个情况，兴奋晚上不睡觉，睡觉也就睡3、4个小时，还有2个小时在做梦呢。所以这是甲状腺的功能，所以它主要是激发细胞的活力，所有细胞，它是因为促进那个腺液体活动，促进细胞活力，没有了以后呢就全打蔫，有了以后全兴奋，超量了以后就高度兴奋。